坐下。对嘛，你来撞撞。坐下。对呀、啊。坐好。我打了。不听话的你打。你再起来。你再起来。爸爸妈妈还是安妮姑啊？嗯。你还没吃完不能走，知道吧？你要出去啊？出去！哦，你要干嘛去啊？你去干嘛去？你要吃啊？等一下，让你爸给你做。你咋没把那个镜头带过来？对呀、啊，拍点其他的镜头，但这样太单调。对呀、啊。那那好，看你吃，主要你拍我吃。对呀、啊，你快说完了再讲。你要拍拍给我这三个特写。你妈吃的好香哦，是不是啊？嗯、还没有了。嗯。还要看吗？嗯。好看、啊，还是好看、啊。嗯。没关系，拍起来你到时候可以决定用还是不用啊。可是不对呀、啊，先把水烧开好了，我总不能先把这个鞋材料都还没拿出来。对，材料拿好再摆出来吧。要不要吃早爸爸？啊，不要。你要看电视啊？反正我这个就尽量一镜到底的，我也不提。那爸爸去了。嗯，你自己在看。
你要妈陪着你啊？哎呀，水开了，水开了，是不是水开了？对呀、啊，剩下的就是炒那个青椒肉丝。不要往下看。香不香？啊，不要了，我你自己。豆干也夹一下，妈妈不要闻，妈妈不要闻。妈妈，坐。哦。你妈抱啊？嗯。你妈抱干嘛？来，站起来，妈抱来。那你就放进来。妈妈抱妈妈，你有个问题。哦，我们自己去找他爸好吧？好吧。